小白的我如炸的奥义时刻，每一个视频都让我觉得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，两外的竟然不知所措。已经约定过明天继续解读所，可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，我也不知为何懂我做了什么，你都怕竟是如此的着魔。是你让我知道司徒爱的人他叫钟哥，是你让我知道孔明对司徒有多不舍，慌张幸福的笑着感受着光的温和，这些画面让我印象深刻。是你让我知道王八蛋老板他叫黄河，是你让我知道克拉公司天生第二个，100块都不给我，还有大师张宇哥，我都因为有你们才快乐。用时间去思念，归处也很甜，这心愿不改变，不会如已经约定过明天继续解读所，可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，我也不知为何懂我做了什么，你都怕竟是如此的着魔。是你让我相信元首他不是个坏角色，是你让我觉得七个魔帝其实也不错，一个平静欢笑无可，还也可爱的诸葛，这些画面让我觉得不舍。是你教会了我整一个一该如何去做，是你让我知道托我书他教得很独特，还有净土的快乐旋律我都还记得，我都开花最幸福的风格。是你让我看到过处也能如此的欢乐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唱一段高声。你们虽然毒害我，但我从未后悔过，比较有你是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看到了天使般的始作尼克，是你让我相信那情一定是美无色。你们有苦且不说，但是我们你们的付出使我们快乐，阿普祝你们全都辛苦了。是你让我看到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想要每天和你写一首情歌，哥哥如果喜欢我把硬币都投给我，这样才有钱去做个吃货，给充电的我非加他不可。